因为今天我们还有竞演嘛，所以的话，今天先保留一点这个实实力，力。对对。嗯，想听高音的话，就一定要看我们待会儿的要这看后个半段，是对竞演环节，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。谢谢阿兰，谢谢。比如说像阿兰在美容谷长大，他从小会听外婆唱歌，是吧？会听到家里的老人、村里的老人唱，可能当时还不太懂，但是听到那样的歌声，可能会就在自己心里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，就一点一点就这么传承下来。其实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那个八堂弦子，就那种拉着弦鼓，然后唱啊跳那种，然后那个歌听起来就非常悠扬，然后呢，它又有弦子、锅庄配在一起。就很喜欢。说到这儿，我好骄傲啊！我们德清是锅庄之乡啊！哎呀，好我们骄傲。丹巴也是锅庄之乡，但是有一样没办法的，丹巴出美人是吧？但我们香格里拉也出帅哥呀。不是，我其实我真好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藏族美女非常多，只是说丹巴那个地方海拔低，就是只有1800嘛，所以女孩子皮肤呢是比较白，所以看起来就很美。那像别的地方，可能紫外线比较高一点，就皮肤会比较灼伤，或者是有点黑。就掩饰了她的这个美啊！其实丹巴出美女真的不是随口说说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就叫美人谷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丹美女巴美是人挺谷多每年的。还有选美的比赛。谭老师，就是每年有一个选美比赛，我觉得你可以我去已经结看。婚了，我已经。你又略过了我。你可以去看一看，下次。对，我下次去看一看。阿兰要唱一下吗？刚才说到的那个印象深的弦子，好吧？那个刚才我还是去一趟吧，好吧，你到时候还去趟美人谷，对，采访一下。好，欢迎。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奖项，那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的关注阿兰和阿兰的音乐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牵手，在外漂泊的日子，快乐无人分享。孤独与我为伴，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最终还是回到了那片被温暖包围的土地。我再也不孤独，看星星不迷路。我爱传统藏装，因为有继承才有历史。看着你忘了哭，我会陪你到最后，陪你到绝望在地上漫步。我爱藏族音乐，因为有传承才有未来。我以旅日所学，把藏族元素融入流行音乐，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是我的意义所在。一定是幸福，我陪你走的路，每一步的付出。我是阿兰达瓦卓玛，我的藏歌正流行。满足太迷人了，谢谢。而且我觉得阿兰她每一种打扮好像都有不同的味道。我看来啊，因为我老是世界上各地走，我就觉得她这个整个的其实是非常国际的。谢谢，非常的美。而且待会儿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主舞台上还会有不一样的美的展现。今天准备了两身衣服，就是每一首歌为了不同的这个表达啊，准备了不同的造型。待会儿大家就会看了。好期待。今晚阿兰绝美造型演绎新歌《吉祥三曲》。唯美嗓音带你走进空灵美人谷。
这个阿兰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怎么都是一对儿，为什么有这个感觉？首先都出道十年，而且他们俩在生活当中是很好的朋友。我再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，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扎西顿珠，输入这几个字以后，出来的第一个条目就是扎西顿珠和阿兰结婚了吗？就是这一条，就是大家关心的事儿，是吧？其实我妈妈挺喜欢他的，我妈妈也很喜欢他。对，那不就成了吗？韩老师，你喜欢他们俩在一起吗？支持啊！不是，就定了。不是因为我跟扎西顿珠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，比如我们都是藏族，然后呢，可能我们从小就去到一个地方去发展，其实你说我也出道十年，然后其实这十年当中，很多人对我也有质疑啊，包括就是说对我的民族也有质疑，就是说，阿兰你到底是不是藏族啊？你那个说几句藏语给我们听一下，你为什么这么白？你为什么要去国外？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啊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说我一直在做民族音乐，然后自己也很努力，我也非常的爱民族爱家乡，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他们会质疑我？然后后来经过了时间的这个长河哈，自己的这个沉淀以后，我觉得其实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。不是，我是刚才在聊他们俩结婚的话题，为什么跑到了他自己的那个？对，这是小时候这个过，这个咱俩私聊就行了。但是有些话就是很想通过这个平台，然后去跟所有朋友去讲，就是我是觉得音乐是不分民族、不分国界、也不分语言的。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，我还是会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。然后我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也不会忘记我的根在哪里，就是这样。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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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。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断断溜溜的照在，还康明溜溜的晨哟。康定溜溜的晨哟，